中国待久了后的老外回国日常。Hey Chris， 踢球去了。Hey Alan， 我得去交高山谷去吧。广场舞。对呀，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开跳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。我靠，学东青山一样。我明天再来啊。好爽快嘞！你别说吃披萨，大哥，怎么办？你的烤箱都刷牙了，等着。吃饭了。这是什么？馅儿饼，馅儿饼，中国披萨，披萨他姥姥，尝一口。好吃。大哥，你有可以经常吃披萨的姥姥吗？好嘞。我们就去运动吧。好了。我靠，这么冷，你还下雪吗？我回去穿个秋裤吧。秋裤？不冷，不冷，习惯了。真是个老外。好，走吧。你还是挪威人吗？哎。好，累了一天了，来，泡泡脚，放松放松。谢谢儿子，你先碰一会儿，我一会儿给你做个足疗。足疗？按摩脚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疼疼疼疼！不是按摩吗？忍忍，你要就好了。风起不动，风起不动。好嘞。舒服。儿子。哎呀，咋摔了？你别笑。我就是想吃一包笑像炸呢。哇塞，弄我操！我们得选一个角色。早饭以后，第二天早上，不用不用，精神绿水小仙草，随便吃。